最近一直有客人在问我，你这个星空房是透明的，那下冰雹会不会把它砸碎呢？抗砸能力到底怎么样？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测试，我们用铁锤来砸一下，铁锤让我看一下呢。哦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铁锤，砸一下试试看，用力，用力砸，太用力。